好恭喜啊！鄧會長咧，係今日咧喺度舉行呢一個嘅祝賀會，同埋咧成立嘅儀式。太極咧博大精深，係中國傳統嘅國粹。在座咧亦都有好多太極界嘅前輩咧，喺今日喺呢一度咧有一個節操交流嘅機會。我哋好希望咧呢個太極會，亦都係有一個同其他太極有一個唔同嘅咧，就係同北京有一個嘅連結。我哋希望咧，透過太極嘅運動咧，唔單止喺香港帶俾咧有興趣嘅太極人士一啲健康嘅體魄，亦都咧希望將太極嘅精神咧同埋愛國咧係能夠連結埋一齊。因為香港咧始終係一個獨立行政區，係屬於咧我哋嘅大中華，我哋嘅祖國嘅。而同北京嘅連結咧，再加埋喺大都喺東亞武術比賽咧所獲相嘅獎項咧，我哋就可以將呢一個國粹透過香港作為平台咧，向東亞嚟到放射。正如大家都知道咧，國家而家咧係推行緊一個一帶一路。所謂嘅一帶咧，正正咧就係海上嘅絲綢之路，亦都即係話咧同東盟十國嘅連結。東亞嘅武術大賽咧，正正係一個咧民間交流嘅平台，可以透過咧中國嘅武術同埋武術嘅文化咧，可以同東南亞其他嘅地方，唔單止係華僑，亦都可以同當地嘅民眾咧，同埋佢哋嘅武術做一個交流。亦都希望咧，大家透過太極嘅傳承咧，能夠將我哋中國美好嘅，同埋將呢啲嘅軟力量咧，可以向全世界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東南亞，係一個嘅傳承同埋一個推廣。喺呢度咧，係除咗祝賀會舞興隆之外咧，亦都祝大家係家庭幸福、身體健康。多謝各位。